讲一下，一出来雨就停了，是不是还蛮好运？对啊，因为刚刚其实在来的路上天就有点黑，然后就会很担心大家会不会淋雨。但是对，很感谢，感谢。所以想这样参加活动，然后撑伞，一起过这样。有过那个签名会下雨，然后就撑着伞唱，嗯。大家是有变熟啊？我有吗？看起来好像真的有吗？有。感谢大家。而且今天好梦幻。为什么？全白的。哦，因为就想要给大家一种安心生活的一种形象。最近有比较节制，就是因为就是不想说每次都等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再来急剧减肥，这样对身体好像也不好，所以就平常就有在注意这样。嗯，那这是代言保养品，那想问他本身的肤质也是敏感的。我算是还好，可是我是就是。会比较在意那个我的保养品的成分，就是希望是天然，然后不要有什么太多添加物，对身体是会有刺激的。嗯，所以最近都在忙什么？好像很少在忙。最近就是主要是希望赶快可以有新的作品啊，在创作，在找灵感当中。嗯，最新的作品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发表？预计是明年春天吧，四月、五月之类的，然后希望可以如期的推出。那创作，这段时间在创作会不会有压力？会耶，其实就是会想说，哎，到底专辑主要讲什么东西呢？嗯。最近演艺圈就是有很多明星都结婚，有小叔也开始结婚。倒是没有想这一题，是把专辑的事放在比较就是全部的心思。所以跟男友都还没有聊到这一块。没有。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工作？接下来就是会有可以讲吗？讲了。哦，讲了。没有。接下来会有什么工作？对，哎呦，这边会有，就在这边。十月十五号当天，我在这边会有一个安心生活演唱会，然后就在这边，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莅临参加。除了唱歌之外，还有演戏之类其他的发展吗？没有哎。想要是讲出写真集，但是没有人要出资。哪一种写真啊？没有，我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的。然后后面有人出去？没有。就全白的。啊？什么？健康型的、啊，健康型的。就是，当然如果出的话，就是健康、天然又安心的感觉，让人无负担。好，教大家怎么捐钱好不好？四个关键。哦，对，这个很酷哎。就是你只要上传一张你的安心生活照片，就是你要在这个也太贵，在 tag 上面的那些就可以捐钱给荒野。荒野好一些。荒野保护协会，这有一种是你做爱心，然后同时又可以向身边的人宣告，哎，自己的安心生活是什么，是一个一箭双雕的事情。第一次访问被上框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自在，对，很有安全感。